亲爱的乐龄团契长辈们，今天我要为大家所望的是为失落感的心灵祷告。我是启之诗篇25篇第7节下半节。耶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因你的恩惠纪念与自己孩子们一起生活乐龄团友们的情形。由于一起生活常常带来许多的摩擦，无形中彼此心灵受创伤，疲惫不堪，也导致彼此有念头想搬离家，往外个别生活的状况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晓得相处不易，若年长岁数的长者们也有外出居住的念头，会使彼此摩擦状况来得更复杂。因此呢，体恤人心的主，求你在长辈们的心里栽下你的话语，按照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心情、他们的心思，随时透过圣灵的安慰和提醒，做他们心中的帮助和扶持。特别要释怀长辈们的心，能与孩子们坦然分享内心的想法。也祈求主在长辈们的儿女们身上做起奇妙的工作，就是让他们的儿女能多抽出时间做陪伴，多明白年长父母们的心事。恳求慈悲的主，继续祝福乐龄长辈们，不因你儿女们的隔阂而彼此伤害。若有任何伤害，也求恩惠人心的主，做医治和好的工作。如此诚心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